该是2016年出的一款游戏。那详细的内容就是他制作团队什么的，就麻烦各位去找一下啦，因为我玩游戏真的很少很少会去看这些东西，因为我不专业，这边就非常抱歉。然后至于为什么会玩这款游戏，是因为我在今年吧，还是去年，我也忘记什么时候，我在 YouTube 订阅了一位网友就是的影片，那他的名称我会在备注那边备注的，因为我有特别留言跟他讲说，如果在游戏中提到他，我不知道会不会，可是目前他还没有回应。那我觉得说尊重。这款游戏它有点，它好像是3年会有一个爷爷的评价，这个游戏评价我不知道是不是3年后就结束，还是可以继续玩。对，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应该是可以无限轮回这种东西。因为《新入骨物语》这种游戏算是我这一次这种游戏类型是我第一次碰过的。那我自己之前有玩一下啦。玩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先删掉，这没有用。玩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里第二年的春天已经快结束了哦，然后还存了10多万、哦、啊！可是我还没玩完，因为我觉得只是先了解大概游戏内容，大概的游戏内容，我就想说那就可以开始来玩了。因为毕竟这一款游戏是算还蛮休闲的，我还蛮觉得蛮喜欢的啦。哦、然后在这边。有个问号跟这个是选择你的语言嘛？对，所以你如果看得懂什么日文啊、英文，你们就选英文吧。那我一定是选中文了，我两个语文能力都很差。那我们就边开始吧。在这边呢、啊，右手边，重点就是这5个农场，这是起始的农场。那每一个农场都有不一样的优，就是特有，就是优点吧，算优点哦。一种就标准农场，一种就河边农场、森林农场、山顶农场跟荒野农场。那我这边使用骰子的方式来决定我要用哪一个农场，所选择哪一个农场。那骰子是6面嘛，如果我骰到6，那我会再重骰一次，没关系。那我们就开始骰吧。在这之前，我顺便打个。这边好像没办法打中文名字哦，我骰到3，所以我这边要选的是森林农场。树木把我的农场的空间限制住了，但是森林中的盛产东西几乎都就在我的门前哦，这听起来还不错。可是没关系啊，反正农场是自由度很高的一款游戏，所以我觉得就这样吧。啊，名称呢 ？QOO， 因为我还蛮喜欢 QOO 的。以前的广告很可爱。兴趣，哎，我不知道这个英文对不对，有错的同学可以跟我讲一下啊，有人翻译出来是什么东西也可以跟我讲一下、哦、因为其实我这个是直接用 Google 翻译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对的、哦、那在这款游戏里面有一个就还有一个系统是什么，结婚系统。那这个结婚系统我也打算用骰子的方式来选择我的女神，要跟我女神要跟哪一位女神在一起。毕竟我现在只是个单身狗，所以上一个记录是跟骰，我也不想讲，我不要讲。那有6个可以结婚的对象，顺序的话是什么，我也忘记了。忘记我怎么排了。这边先选狗狗，我喜欢狗狗。这边暂停一下哦。好，我来这边说一下我排的顺序，大概是网路上就是别人贴的那个图，然后大概随便乱排一下。第一个阿比盖尔，第二个海莉，第三个莉亚，第四个马鲁，第5个潘妮，第6个是艾米丽。我如果名字有说错的话，各位可以纠正我一下，因为。我
我现在有点不太清楚，因为我看不懂英文，所以我有点没什么印象。好，那我这边筛一下筛子看看。哦，我筛到的是四，所以我这边是要跟马路哦，马路哦，反正就是跟一个护士。追一个故事，然后没问题。那我们这边开场的人物选择，我觉得我用随机的看看好了啦，我不要自己去挑那个，我随机一个我看着顺眼的。这还不错，尖尖的，这个头看起来还不错。没有，各位，你们觉得如何？这个头？动画，毕竟有些会跳过嘛，我觉得我就不要跳过了，然后我们就看剧情吧。因为毕竟我玩的游戏，其实以前玩的游戏大部分以分享剧情比较多，那我们就开始吧。这个开场是好像是那对一个爷爷过世，给我特别的孙子。这话我应该不用。我希望你保存这封，这个封好的信封。对，这个它是剧情自己那个。不，还不要打开它，耐心点。现在听好了，我念得很快，不好意思，我不是用老人的方式念。当你感觉被现代生活的重任压垮时，其实我还蛮累的啦，老实说。在你被掏空之前，你明亮的心将逐渐消逝。之前，我再帮你补一句：之前，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我的孩子，你就可以打开这份礼物。听起来不错。现在爷爷就休息一会了。叉叉年后，我心情不好。工作休息，工作休息。好，我在哪里啊？我是不是最右下角那个？不是，打笑一个加入你的 JOZA 啦、欸。那个念整串怎么念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英文真的很差。生活更美好。我怎么在睡觉？这是我啊，我怎么在睡觉？一个。我的头发不是尖的吗？怎么变平了？这边可以选。亲爱的我，如果你读这封信，你一定深陷困境，并期待转机。很久以前，我遇到相同的事情。我对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视而不见，那就是人与人之间之真实而自然的关系。所以我放弃一切，搬到真正属于我的地方。我将那块地的契约放在这封信里面，还有我必须骄傲的是，还有我的骄傲和愉悦。QOO 农场，它坐落在新入谷，在南海岸，它将是你开始新的生活的完美之地。那就是我们去耕田，不管是什么这个游戏的主轴。我也不会讲，这是我最珍贵的礼物，现在送给了你。我知道你会光宗耀祖。我可以不要吗？爷爷，这有点累啊。爱你的祖父，
如果刘易斯还活着，替我向这老家伙问老家伙问好吗？啊，阿内亚，好，好，那就这样子，我们决定出发去新鹿谷牧语啊，新鹿谷啊，牧语是不是？牧语是那个。哦，开始游戏前我们就用了11分钟了 ，OK 了。游戏时间我大概抓，其实我也不知道花多久，因为我这边就顺便讲一下，就是上传游戏的那个游戏大小容量大小大概是10G 以内，那我可能会把时间拉得很长，因为如果录制的 GB 数没有到的话，我自然是不会那个。哦，你好，这个人叫罗宾，你好，你就是，这个英文我也是请人翻译的，直接翻译的，当然，直接翻译跟一些在外面英文念起来一定是有差的，因为这个我也不太会念，哦，不好意思各位，我英文真的很差，好，就是乱名后面两个字，乱名这两个字，在开始介绍前忘记讲，对，那这个是请网路上的人帮我翻译的，直接翻译，所以我知道有人会说很奇怪，哦，那就这样好了。我叫罗宾，是这里的木匠，镇长刘易斯派我来送你到新的家，他本人已经在那里帮你打扫房子了，那就在这里跟我走吧。这边有个东西可以捡。长满的杂草，上下面的泥土可是非常丰沃的，只要耐心一点，肯定可以把它清干净的。也是啦，哥，你看我一个屁孩脸，那我做这些干嘛呢？当，这就是你的新房子，这看起来还蛮老旧的。哎，镇长，欢迎，你是这里的镇长哦，你是刘易斯。知道很多人对你很好奇，因为很少人搬进来，所以你成为大家关注对象啊，是吗？不要这样嘛，校长，这个感觉怪怪的。那么你是来搬进祖父的老房子，那间好房子很有前途哎，真的，而且啊，就这样就好了，前途哎，真是糟糕了。无理了，干嘛这样子投降？别听他说，他只是想诱惑你购买他房屋升级服务。对不起，我突然口误了啊，被发现了。他是个木匠嘛，所以升级房子要找他，升级房屋要找他嘛。你看这么的，你休息一下，明天就去认识人吧。都想认识我，好，没问题。是老大，你是镇长吗？所以你是老大。差点忘了，如果你想出售东西的话，放在盒子里面就好，我每晚都会去收。那么我就注意到，也就是这盒子是出货用的。那在这边顺便讲一下，我开了三个 mod 吧，我也忘记那英文怎么念了，反正就有点类似外挂系统。哦，然后按 R。可以打开包包哦，我这边先打开包包一下，因为我需要暂停一下时间跟各位讲，我开了哪三个外挂系统。那一个就是这个社交里面可以看到这些人喜欢什么，虽然这其实没什么卵用，因为我现在其实是直接开那个什么那个网页在看那个他们是喜欢什么，他们有喜欢什么的，因为他们送礼有三个等，有好，有普通好跟最好，那我这边陈列的就最好。那其余的东西送其实也没关系，只是说送最好当然是最好的，那是最好的，那是最好。那如果我没有最好的东西，我会送点别的嘛，对不对？那我要追的女生就是她啦。可是这个我 mod 开起来都是英文，其实我也看不太懂，我只能看用图片去辨识说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还是有开一个网页，就是在旁边备注，对，就是准备备着用。那还有第二个系统就是地图，把他们在哪里，哎，对，艾米丽嘛，海莉，还有马鲁啊，对嘛，马鲁，我最开始是不是说马鲁，我也忘了，哦，就是他，然后潘妮，潘妮，潘妮在这，然后莉亚，哦，就几个，我刚刚说的都是几个女孩子，那开了这个地，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镰刀后面这边有一个钱，我把单价的钱跟总额的钱也打开了，因为我可能会随时用到，说哎哪些东西是可以就是需要用到。好，我在讲屁话，不好意思，我们这边调一下，其实这个刚开始可以不用怎么调，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新生活。如果种田有这么轻松的话，我也想种田，当然这是游戏嘛，不要想太多。好，选项的部分我应该是可以不用调了，声音音效稍微都一样搞好了，不要开到最大，因为我讲话声音其实没有很大声。好，自动跑步，好，就自动跑步吧。好，这边有个东西，然后你收到15颗防风草，这是一个好很棒的开始。然后按这个日记 F 介绍，村上有28个人要去跟他们 say hello， 然后再按 F 开始收割防风草。好 ，OK， 那我们就开始吧。先把前面这块地种了，这边稍微清一下，然后按 R， 这边有个打造最基本的东西，其实就这些了。捡东西的系统大概是它靠近后就会自动帮我们捡啊。要注意的就是，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一定程度会消耗掉体力。那体力归零会怎么样？其实我是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归零过了。我当然也不会把自己弄到归零了。然后刚刚还踩到了这个混合种，这是混合种子，其实还不错。我可能会稍微讲一点点游戏介绍，那不是100%，就是说，是对的，搞不好有错的，那个也可以。各位也可以来，就是在留言上面来告诉我说，或者对，就是哪里有问题啊，这个我都可以接受，所以各位不要害羞，可以跟我留言一下也没关系。这边有水哦，我们有这个喷泉可以浇水。那我要先种一个防风草，3、4、5、6、7、8、9、10、11、12、13、14、15，因为我只有15颗种子，那我就这边种一下，好，浇水，等一下，我再敲三个，因为我刚刚敲到3个混合种子嘛。那我玩的方式是会跟那个网友一样，就是很休闲。那我当然有我自己休闲的方式，就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啊，各位就看看就好嘛，因为毕竟是休闲游戏，我就会一边废话一边的，对，一边的就什么的，我也不知道。然后拿斧子砍一下树，因为我还蛮需要树木材。刚开始会极限的痛苦，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是因为这是山货，就是随地可以捡到的东西。然后，我刚讲到哪里啊？会很累，因为刚开始你的东西都是最啊，初始就算了。说你的体力又不多，那所以开场会很累的原因就是在这。那这些其实这边的树可以先不要砍了，这边我可能会用到，先把这个劈了。这个劈了，我的体力就差不多快没了。那这边的时间在右上角，各位可以看一下。那其实我们还有500块，等一下去买个种。等一下买种子哦。对哦，我在干嘛？我操！
60个，可以可以可以。我先做一个宝箱，宝箱。我需要一个宝箱。哦，我的习惯是把我的东西稍微存一下，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不会把这些东西丢到房子里面，因为我房子里面不会放东西。没有体力可以吃这个野山葵。刚刚这边有一个，有还在。走走走，我们去村上。镇上，这是一个城镇。老讲村子啊，没关系啊。我相信各位不会 care。老大，麦照。死胖子。你好，我是哥斯。新之国是酒吧的老板兼主厨。其实在这边可以看到他们对我们的好感度啦。如果需要提升的话，可以来找我咖啡跟。春天总共就是一个月份就是28天，然后我星期日就是村长生日，村长生日，等一下看一下村长喜欢什么。然后这边是一月，就是现在就是要跟人一直讲话，来，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哈维本地医生，然后呢，我在。不好意思，我中文突然有点忘记那两字怎么念，随便啊。我在那边体检跟医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希望你有一天会觉得自己工作有意义。会啊，当然有意义。好，走。好，那这个皮埃格，那是格吗？其实简直我不是看得很懂。那这个阿比盖，这是第一个单身女子。然后男生可以娶的一个女生对象，我听说有人搬进这座旧农场，听起来很一样。我喜欢一个人，他喜欢一个人去冒险，好吧？那我这边我的种子，我看一下哦，我要怎么买啊？500块而已，对啊，500块。500块我怎么买？我知道有哪些东西可以卖最多钱，可是这些东西，时间还蛮长的，是四天就成熟了。豌豆，然后刚开始各位可能会发现我买，我觉得我需要，然后反正第一年随便拿，我毛那么多。对不对？都快半个小时了，我才第一天。好吧，反光草买一个，然后剩下我看一下，六天跟4天哦。我可能需要早一点成熟的东西，所以我剩下买土豆，买到没钱吧。好啦，第一年随便啦，第一年有得种就好了。泥仔。是马尼，我在牧场哦，他是牧场跟就是卖牧场的，有动物跟反正就是鸡、羊、猪下面玩过的哦，有空可以过去找他哦。那这当然是我在那个之前，新南农夫，我是皮埃，这应该是哥吧，哥，简直我真的看不懂，反正我称他为皮货商好不好？皮货商。我就统一叫他皮货商了，因为他是杂货店店长，然后我最喜欢来买找他买种子，种出什么来我还会高价收购哦，是哦，这么好。然后这边是升级背包用的，2000块，以后再说。哦，我赚到2000块，我自然就会先升级，因为包包对我来讲是最麻烦。嘿，你沙姆，嘿，我叫沙姆，很高兴认识你啊，就只能讲一次对话。算你呢，亚历克斯，嘿，你是新来的吧？好啊，回头见吧，随便啊，进来跟这个老头讲话，认识人很幸福，这老头这样吐我，
然后奶奶你好，奶奶你好，这个奶奶人这么好，结果你的老头这么凶。哎，刚刚还看到亚丽在皮货山里面。哎，真的哎，哎亚丽，这也是一个可以迎娶的妹子。你选的好时机，这瞬间非常迷人。好，然后是哎，阿伟怎么走出去了？我去找我这次要结婚的对象，就是因为刚好也是在罗宾家了。哎，等一下，我刚刚看到我了。哎，停一下，走。结果我裤子是穿红色的，没关系，我不 care。走，第一天就是种地，打招呼，应该就差不多了。好，这边罗宾有没有？嘿，散步还开心吗？还不错啊。讲个话，你爸爸听起来很累的样子，还蛮累的啦。然后他有卖东西，商店。主要我要买的是这个日历，因为这日历2000块，其实它还蛮方便的啦，真的它还蛮方便。然后升级房子的话，第一升级房可是要10000块跟400的木材，目前是没有，没关系。那再来它可以建东西，然后它在建的时候竟然可以移动，就是建好后还可以再移动，这也蛮厉害的。这两个，一个是可以养鸡鸭的嘛，看起来就是养鸡鸭；一个就是牛啊、猪啊那些。然后水井是可以装水。我那个地可以不用拿，这个拔草收下来会有收集干草的东西吧，还不错。这其实我没有盖过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是可以养马，跑快一点。所以啊，哎，我未来老婆，哎，你好，你就是新来的吗？是啊，马鲁，我是马鲁，我一直很期待。哇哦，不要这么开朗嘛，我也害羞，你也知道，新面孔总是真是兴奋啊。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对，谢谢你自我介绍。德米特里德米特，就叫你德米特啊。你看我女儿啊，她很想见见。有，我跟她打招呼了，我未来还要娶她。哎、欸、嘿，岳父不要这样。哎，好，我这样讲好像有……哎，你不要打电脑了，滚出来啦 ！Fuck you！ 啊，算了。记得她还没打过招呼，然后再往东边右边走。她现在一点出来，应该是去上班吧？因为今天礼拜一。这里莱纳斯、哦、开这个地图就是好处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会需要看他们在哪里，对，这样比较省一点点时间。一个陌生人你好，不用在意我，我一个人住在外面，他是流浪汉，那没关系啊，就不理他吧，暂时不理他。然后生日，我的习惯是生日一定要送东西啦，啊，剩下时间要不要送东西就再说。我现在好像，等一下哦。说到这个，我是看一下我身上这些东西能不能送他，因为他生日不在这时候，那就是有东西就可以送。然后送礼物的话是一个礼拜可以送2件哦，水仙花可以送，可是水仙花是中气，所以送的其实还好，点数不高。可是我种的防风草里面可以送它，所以我就等有防风草后再送它好了。反正防风草4天而已，对不对？4天，哎，结果不好意思，对，防风草4天就会结果。阿比嘎尔，我现在先去，我去这里看一下，去跟他们打招呼，因为有几个人啊，我看一下，哦，不是8个，我现在15，加入吧，我不要，我就被你们气死了，来加入，你闪，你就是莫里斯，我就让你亲了，我不要，走开，下，哎，这是帕姆，
张杰泰路520哦，我很可爱可亲，不怕。然后他谢恩在上，不，山姆在上班，最好不要给他麻烦。那我这样算跟他打到中午没有？那你呢？谢恩也在上班，也不能打招呼吧？也不算。哎、欸，有哎、欸，17算了算了。然后那他们两个就过了。我还有谁啊？克里特，还有潘尼，都是这个角度。哦，这个角度下来就第一天嘛，总是感觉就是，哎，走，哎，他是个工匠，我们要升级东西都是需要找他，因为他是个铁匠嘛。好，没问题，来看一下升级道具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升级2000块加铜矿，然后再说吧。然后以及商店他有卖一些东西，然后这不重要。然后这个是博物馆，继续看一下，可以吗？也可以啊。嘿，你好，我是考古员加、啊，就是有时候可以采到一些捐献的东西，可以在这边捐献。说起来丢了，不过上一任把所有的都捐走了，工艺品也没了。我希望你可以办，可以，好，很简单。哦，走，拜拜。那去找潘尼。哎，对，潘尼在家。嘿，你好，怎么了？你有什么事吗？哎，怎么冷淡？好吧。再来去潘尼左边。我是希望第一天就把这个搞定的啦。哎，原来他应该是这里吧？对，阿米莉在这边上班。哎、欸、，stop， 没走。哎、欸，我可以从你刚才你已经开始喜欢这个地方。你要是想过夜生活，就来酒吧，就是这里有酒吧，他就在这边上班。好 ，OK， 辛苦了。他就是也是其中一位可以迎娶的妹子。这个讲过话。然后第一天好像没办法吧，因为我记得有些人是。陆地，我记得有些人是不能，就是时间还没到，所以还遇不到。好，这无所谓。走，海边。有一次，你在那破屋里过的第一晚怎么样？看你，哇，你怎么讲那个是破屋啊？我一直期待新的农夫机械而已。我是艾利。艾利欧特住在海边，很高兴认识你。好，对，海边没事。海边那个老头，我现在应该是那个钓鱼老头，我应该是找不了他了。我去找其他乔迪左边，海莉也还没遇到吗？海莉呢？哦，海莉在这。那不用。哎，那个，哦，塞巴在里面。应该在家，哎、欸，没有在后面，哎、欸，小屁孩，那、啊、陌生人，我叫文森特，他说我不要跟陌生人讲话，但你看起来是好人，我是好人啊，哎、欸，艾莉，哦，你是新来的男生吗？我是艾莉，好了，还可以再说，如果不是男生，衣服应该很可爱吧？你在嫌弃我啊？不好意思嘛。我觉得这个夹克还蛮帅的。哦、他妈妈在这，乔迪，但没关系，我是乔迪。好 ，OK， 拜。加斯，现在5点哦，我该回家了。我该回家了。开始比较枯燥乏味一点，所以各位不要太 care。锁住了，营业时间到6点。第一点几个？还差4个，我看一下，还有4个是谁？绿毛，
法师，法师这个任务，这也是任务。小妹妹，一二三，这三个可以先找，可是目前遇不到。对啊，遇不到。哦，算了，回家。然后要注意一下题，我走下面是回得去吗？我家还没清呢。多多，喂，看我的哥，看哥身上臂，没有了。喂。好，可以。正前方这边刚好就是一片地，可以让我好好的为前期规划一下。哎，原来我多藏了一个地哦。没关系，刚开始比较枯燥乏，真的比较会不要太 care。那这个木头目前还扛不动，因为它太硬了，你的斧头不够锋利，扛不起这个东西。然后，好，先卖了，出货。诶，等一下，我看一下这边能不能藏。诶，可以耶，这边可以藏。你已经非常疲惫了，那我因为里面有东西，所以我敲不起来。哎，不好意思，我要把你敲起来，我换个位置。箱子我收集的东西放后面好了，放这里，放这里会很奇怪，还是放的、放要放哪里嘞？好了，就还是放这边好了啦。毛那么多干嘛？简单单，轻轻松松，好吧。好，走。睡觉。哎，等一下，我还没看一个。怎么那么暗啊？明天有风了。第一，在等待第一的人，你可以去砍柴，收集，挣点钱。好吧，没关系啊，就睡觉就对了。丁丁觅食，赚了170块。就是我们刚刚卖的东西。好，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然后第二天，咕咕咕。啊，看一下天气预报，明天有雨啊，水啦！第二天就有雨了，哇！哎，有幸，我刚钓完鱼回来，你偶尔可以来沙滩。哎，这就威力，太棒了，可以钓鱼了。嘿嘿，开心开心。钓鱼也是一个系统，那这个钓鱼其实还不错啦，我还蛮喜欢钓鱼的，因为有时候没事的时候就是靠钓鱼赚钱。我没水了，没水就过来装一下，我到河边装一下水就可以了。然后浇水。需要看一下，这边有任务，那时不时的就来看一下任务能干嘛，要接什么。我想吃一条鳗鱼，带你一下。好，这个鳗鱼有机会啦，因为它一般任务是两天可以完成。那明天下雨，鳗鱼可以遇到。我有时候会时不时的就是这样子暂停一下，来看一下稍微我需要准备的东西，然后各位不要再 care 了，因为我就是有时候还是有一点强迫症的。那我们走去海边，这时候看到这所谓的威力老头，那是钓鱼荒，他很爱钓鱼，我也喜欢钓鱼，因为前期可以靠钓鱼挣一点点钱。嘿，听说是搬来一个新来的。终于见到你。
我在放松之前，之前出海整整一个月啦，大丰收，买了很多鱼，还存了一件那个新钓竿，然后你就送我一个破钓竿，是不是？这个旧钓竿给你。对，正好钓鱼传统延续下去。噔噔噔，获得一个破钓竿，这是最起初的钓竿，那其实这样就可以了。你能补什么？能吃的就能买，或者我老爸的东西，没关系啊。前期靠钓鱼挣点钱也是 OK 的，毕竟有些东西我还是有稍微爬一点点稳。哦，那目前这个竹鱼竿啦，好不好？我不要再讲它破钓竿了，我一直把它想成跟神奇宝贝一样。那这边有三货，点一下。最开始买种子、种地，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存2000块，先把包包扩充起来。然后这边要干嘛？啊，这边要300个木头才能修好。那你就慢慢来，不急不急。这时候我要干嘛来的？我现在缺啥？按住。我好像缺绿毛吧，对不对？绿毛跟他，还有这孩子。在家绿毛嘞，绿毛，为什么没看到啊？卡路里呢？在家啦，现在才正要9点，大家才刚起床，只有我会这么早起床。对，在这个村子里面，6点会活动的应该只有我。9点，你老婆要出来了没？顺便跟各位讲一下，我种地可能会以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我种地可能不会种的，我可能会走休闲路线，反正就是能搞就好。所以各位不要太 care。然后二来，我种地有个坏习惯，就是可能我会以同样数量去。哎，妹子不要走。你在做什么？我怎么捡一个破眼镜啊？我刚刚不小心掉垃圾桶啦！我操！啊，对不起，我口爆了。放垃圾桶被看到，就会像刚刚那样子，然后他们会扣分，就是他们的心情会扣分。啊，算了，那个妹子又不是要10年养成计划，哎。这不好说嘛，他在家那个黑毛一直在家有点麻烦，我这边再砍一个木头，我自己家的树先不砍，先砍这边的木头，因为有时候自己家的树还蛮有用的，可以留着。他有些地理位置的树还不错，然后我包包满了，我先去种地，然后钓鱼攒点钱。不行，我需要分类东西，所以我需要木头，我还需要一点木材，我把不同意的先不同意一下，土豆。拿到鱼竿了嘛？那有东西会需要分类到鱼竿里面，就是钓鱼的部分。就是我的
箱可能会有点多，然后也会有点麻烦，这个各位就看看就好。这时候可以去觅食，就是去捡一点东西，其实还不错啦。对，就是对，可是我想钓鱼。那钓鱼有几个点，钓的鱼都还不错。那这边有一个，我不知道这个破钓竿能不能钓到那么好的鱼。边是一个金星点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边是一个金星点，就是金星鱼点。可是那个钓竿应该要好一点才有用，我有点忘记了啦。反正钓鱼就是尽量在金星鱼点那边钓鱼，你卖也比较有点价值。我知道这边有，因为我还蛮常在这钓。明天下雨就不用浇水了，开心。好，没差，反正现在就是钓鱼。好像也会是一块，然后社区有一个东西后面会开启哦，还是后面再讲好了啦。对啊，现在讲好像有点太早。可是那东西跟各位讲，还是先跟各位提一下，就是社区的捐献，那个后面就会看到。在这边钓鱼还不错嘛，就是鱼垃圾不多，不错。错了，就是看一下哦，那个捐献那些，反正有捐献的时候再去捐献就好了。现在是游玩时间已经快50分钟了，我已经50分钟，可是顶多才1局，大小还不到2局，所以我可以。反正我大概会把时间，搞不好我一期就会直接录2个小时多也说不定，2-3个小时吧。对，就再说了，因为我要看大小容量大小，我这边可以一边看嘛，所以不怕。啊，宝宝们，垃圾都先留着。这些垃圾卖也卖不掉几文，也卖不了任何的钱，那不如先留着，到时候有回收器，
有回收器的时候，大概加减可以制造出一点可以卖的东西，又或许没有，基本上是会有啦，可以卖钱的。好，走回家。哎，哎，我怎么没录了？哦，有啦，这边是有录啦，不过我再开一条，稍微对啊，稍微那个一下。包包都满了，把鱼出货掉。这边上面有显示的金额，各位可以不用去在乎，因为它不代表不见得是180是对的，这我就不知道。哎，这边又一个混合种子，太棒了！哎，又可以再开一个地啊，又可以再浇一个水啊。我剩下的体力其实也不多，我把这边稍微清一下好了。哎，就是清出一条我好走一点点的路，反正它虽然还是会长，可是至少小东西先稍微清一下，这样略的有一些路可以走就好了。毕竟现在东西都没有很强，对，就是我的装备、我的斧子跟我的镐子，对，都没有很好，所以不见得有东西都打得掉。喂，收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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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清掉这棵小树，先不要砍我，反正他还不碍事。好，把东西存一存。第一个其实就是放资源，比较常用的资源。嗯，没有东西买，好，算了。哎，等一下，我刚看到觅食的东西，捡起来。好了，其实时间也不早了。这边路也稍微开一点点好了，你已经感觉非常疲惫了。好了好了，不要紧张了。哎，蛇，可以，这把这两个劈掉，然后向上。这边有一条路可以直接延伸到后面。这边有时候也会有东西可以捡，跑一下。没有，好吧。哎，等一下，那个长毛在河边哦，趁现在，走，去找那个长毛。他跟我一样，头发是翘的，长毛，黑毛哥，他喜欢抽烟，不是他会抽烟，不是他喜欢抽烟啊。哎，他在这，有没有？没办法，对吧？为何选中这里？干嘛？你瞧不起这里啊？送一个人礼物，等两天后吧。两天后防风草一好，就可以给那个谁马鲁送礼物去了。因为刚开始我只有防风草可以送他，当然有别的啦。可是一个礼拜只能送两次，所以这两次尽量是挑好一点的东西。好了，回家睡觉。把这个拿去卖了吧。哇，现在有个黑的，嗯，下面都挂不，卖掉，挣一点点钱。明天下雨。哦，觅食升级一等，可以做工作小时。什么觅食190，可是钓鱼就钓了200多块，不错，可以，400多块，又可以去买种子啦。种子就是一点一点这样买，然后一点一点这样种。第一最开始的时候，明天晴天，占卜就不用了。啊啊啊！我的防火草被吃掉了。啊！
我的暴风草，你吃掉一颗了。不要怀疑会有乌鸦来吃你的东西。我地板上会有这个，我就可以捡到一些东西。你发现一本遗忘之书，它自然会直接传送到那个，它会直接新增到那个什么里面去。那叫哪里啊？韭菜，我捡。这好东西啊！它会自动传送到那个博物馆那边去啊。那个到底是有几本，有多少要弄，我真的不知道，所以就这样咯。等一下，今天礼拜三不能买种子。心情呕了一下。哇，不能买种子哦，那暂停一下，那走吧，我们先去好了。因为今天需要钓鱼的鳗鱼，钓鳗鱼给潘妮。对，这个桥要不要先修啊？先修一下好了。对啊，修一下那个桥。300木头我砍得到吗？我好像我的体力砍一砍应该也砍不到，砍完我就累了，还钓什么鱼啊？不丢，我算了，直接钓。这边一个金金鱼点，我应该是甩不到杆了。对，甩不到。捡起。不管甩不甩得到，就是在这海边的鱼。哇，刚开始真的不是很优啦。说我的技术本来也没有很好，就是刚开始的那个啊，还蛮难搞的，毕竟是刚开始。随着等级的提升，钓鱼的这个绿色框框会越来越大。就会比较好钓鱼。哇，第一只肥鱼我要钓那么久啊。甩得有点远哦。反正我目前的计划就是前期是先靠钓鱼攒点钱，对，毕竟要等那个宝箱探得到啊，探不到。我觉得我探鱼比较实际。对，这个因为等级太低了，你如果去探那个宝箱，我觉得还蛮累的啦。这些鱼好像都可以捐献吧，而且我发现我包包要满了，我包包要满了。捐献的东西应该是在满了，还早，早吃，我吃。就吃海草这样啊。其实我可以把一些工具直接丢到那个里面就好了，丢到宝箱子里面，就不用占那么多空间。没想那么多。开心开心。
丁鱼，我又饱满了。啊，不管，继续。如果真钓到一条不一样的鱼，我就丢啊！我就傻眼了，因为我的包包已经满了。哎呀，才刚讲而已，还真的给我来这一套啊！三十块，弄起傻傻扣，对吧？喂，回家，还蛮悲剧的。钓一下鱼就那个了，就饱满了。我、哦、等一下回家出货。虽然我这边有记录捐献的东西需要什么，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不用先留吧。反正捐献的东西就有开到后再去收，一个一个慢慢收集，这样比较好。虽然我有记录，对我有记录一些东西，就是我特别把它记录下来。可是我觉得等开了，对，再说好了。那这边就继续走，我先回家把东西全部卖了，然后把包包稍微存一点东西，我再回去钓鱼。对，因为今天下雨天，刚好可以去钓那个潘尼要的东西，这两个应该可以不用的吧。变了，先这样吧，走。继续钓鱼。前期就是这样子，比较感觉枯燥，就是没什么，好像没什么太多事情可以做。那毕竟是前期嘛，前期过去了，其实后面可以做的事情就很多。所以各位就不要太 care 了，那有兴趣的同学当然是可以自己来体验一下。我这边就烟鬼你怎么来了？鱼咬啊，这种建议可以搞青蛙，抓青蛙来卖嘛？也要如果有的话，我当然也想抓个几只来卖。我还是钓鱼吧。现在基本上我就是种子都会买个16颗，每一种种子都要种，就是我个人习惯，可能就是每一种种子都要种，然后如果要另外再开一块专门赚钱的种地的话，当然是另外再说。那当然赚钱方法不是只有这一种，还有很多种。那我休闲玩嘛，所以就这样。那我习惯就是每一种种子都会买，对，不管它赚多少钱我都会买。所以这边就是慢慢攒钱，然后把种子都买满，然后大概就是买16个。对，我比较怪异一点，就是我会有一个数字啊，对，会习惯去盖那个算那个数字，种子的数量。为什么会是16的原因，就这边也稍微无聊讲一下了，就是到后面我会比较趋向于那种自动洒水器。那最一刚开始的自动洒水器那个4个我并不会去做它，那我会做的是第二种的洒水器8个，那8×8就是16，所以我的前几的单位就是以16为主。那当然最好的洒水器是24嘛，那等可以做的时候再说，因为我的游戏进度可能不会很快，对，就是我的游戏速度其实是还算慢的那一种，因为我都慢慢玩。对，随便玩，就是很悠闲的，很悠闲的这一种。那各位就不要太 care 了，对，各位就不要太 care 了。
破药缸。啊，我一直把它当成神奇宝贝的破药缸啊，就破药缸吧。我不知道这个破药缸能不能钓到我要的鳗鱼。哦，现在才刚进入一个小时，就已经28G了。哦不，2.8G，快3G了。嗯，反正我会抓一个时间啊，可能天就差不多就一个极限，5-6天吧。因为现在第三天已经接近3G了，1G就是等于1天，差不多吧，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会一边玩一边注意一下我拍摄的时间。因为毕竟 GB 数需要算一下，就是其实前面有讲到，就是 GB 数上传那个什么空间的 GB 数有限制，在4G 以内，当然不要刚好就是压到9G 左右，但是7-8G 就可以了，那个玩游戏时间也够长了，因为现在我已经一个小时了，先玩其实。多累也不累啦，蛮 OK 的。我看到宝箱，现在我没办法去弹了，我看不到。已经到时间范围内了，来吧，不知道钓不钓得到。鳗鱼，看能不能在9点以前钓到，钓得到当然是最好的，就可以去找潘尼。赚255块，225还是250，随便了，钓了一个浮木，反正就钓就对了，废话那么多，慢慢来。然后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是我玩这一款游戏，这该不会就是鳗鱼吧？来，你即将难入在我的口袋里，你是我的钱，卖照，外籍，外扣扣 ，yes， 好睡，好走，先赶快去找潘尼，潘尼的家去，好，因为就200几了。等一下，有任务，我基本上可能会一直持续这样子，就是找任务看。梅子，开门啊！你不要在家里，你不要蹲在那边看书。这难搞啊！我这边甩一杆，钓一只鱼走进去看，看能不能给他。如果真的到9点了都还不行，那就那个任务就只能放弃了。要进入他们的卧房，需要二星。那我如果没有二星，他是进不去的。完蛋了！就这个鳗鱼白掉，难过。其实，如果先把东西留下来也不错啦。就毕竟，算了啦，没啥啦，小水晶。锁住了，好吧，鸡鸡，把你的鳗鱼我是给不了你了啦，那就去把它出货掉吧。对啊，出货掉。上了。
木也是垃圾，垃圾都可以留着，因为垃圾出货没有任何的钱。这边也可以钓鱼，这边钓的应该都是垃圾的，这边钓的应该都是垃圾，可是钓垃圾搞不好也会升技能等级，把身上的技能能提升的尽量提升，就是钓鱼跟钓鱼批数什么鬼的。觅食可以慢慢来啊，对，因为我真的比较少去觅食，我反而大多以钓鱼为主。嗯，还有鱼可以钓。今天总可以升钓鱼一等了吧？今天钓了不少的鱼。好了，九点了，二十点了，差不多。报纸过来。这个垃圾，垃圾不能卖，垃圾卖了没钱，留着之后用。睡觉，睡觉，睡。钓鱼升级，哇，800多块，赞了！这样子我就1000多块了吧？可以，又可以买种子。土豆买到12个吧，再买3个就好了。防风草要买1个，是吧？我也忘了。今天我觉得明天就会收成一波。今天的话，就会买一种车，没事。去下面 miss 一下，对，刚刚木材，看能不能砍出300个，所以我需要带一点东西，现在这样看好像有点太难，可是木材不行。现在就要批那个木材的话，其实还蛮硬，是因为木砍柴不会有什么，就是不会有资金收入，这样子其实还算蛮硬的。要任务没2天而已，寻找一个帅哥送我土豆，2天，我不知道土豆会不会好。接了吧，虽然我不是帅哥，我也没有要追你，不过就这样吧。钓鱼，老婆，今年我花夏天我花准备花多一点时间在万一机上，好，加油，土豆再买个5个吧，我也忘记我买几个，有什么事就这样，然后再来买豌豆好了，豌豆可以耶，剩下200多块，买外菜好了。
送一个人礼物，毕竟现在黄蜂巢还没好，再等一下吧。欸，对吼，说到防风草，我这边要有一个防风草喷掉了，算了，没招了，喷掉就喷掉，没买就没买，无所谓。我哎，藏左边啦，好吧。豌豆的特性是盖一排，然后它是没办法穿过去的，所以我必须在中间有一个空地。刀灰好像不耗体力，所以就收割吧。纤维能干嘛呢？我也忘了，因为纤维用土好像不怎么多，所以我就没什么注意。对，它的对啊，它的作用没不多。到这一片岛的右这边，听说是什么大蒜岛？嘿，真的就是觅食岛。这边时常是得出一些觅食用的。好，哦，这里看到，耶，可以。大蒜多少钱？好便宜哦，8块，12块，都不过没人机加减减，哦，好吧，差不多了。是趁这个时候，因为已经有不少资源，就是不少回复的道具，我就顺手劈
有一点木头吧。这还捡不起来，我看一下。哦，我把蒲公英，蒲公英40块呢。哇，这东西不错，说再劈一个，先劈再说。树枝要留着，好啦，纤维先丢掉好了。这纤维先丢掉，以及纤维后期会爆炸，一个爆炸的多。你等一下，我吃已经是吃大蒜，不是吃蒲公英，蒲公英比较贵。你已经感觉到非常疲惫。我就吃一个。能量加40够吗？应该不够吧。哦，不够，再吃一个。好，今天就这样，累死。对啊，你前期要收集木材实在是有点累啊。老实说，这个其实真的还蛮累的。然后走，回家。啊？哎，我已经有那个了，是什么东东啊？不知道。浇水，哦，没体力了。种子留着好了，种子后期后面还蛮有用的。哦，东西出货掉，然后暂停一下。好，那，睡觉吗？收集一点那个小东西好了，就是割一点这个草。割一点纤维，好，可以了，就这样吧，睡觉。因为毕竟前期恢复手段还是，算是有啦，不能说没有，只是不好弄啊。前期嘛，当然有专业的人玩会不一样。我呢就这样喽，我这么弱，250。休闲啊，明天睡，明天有防风草，就是今天了。天气预报，明天是不是整天有雨啊？啊，睡啦、啊！这是蚂蚁吗？蚂蚁带了条狗给我。Yeah.
King 小宠物，现在你这只好狗狗知道吗？哇，应该大只。这个、狗能干嘛？其实我这个是不知道啦。因为今天来的风气，最近就能复刻我们，我们已经清理。哎呀，碎了，这时候就可以下矿。耕种达到一等，然后打造一个稻草，培养动物。再说，我先浇水。哦，这个空地不要怀疑，也要浇。等一下那个空地我也要浇，因为我需要防风草，我会买防风草。然后如果还有钱的话，就买橄榄。扩大一点，这样涨钱赚的速度也自然会快一点。当然，我是不知道高手会怎么玩啊。没事，我不好意思。因为高手一定有高手的玩法，不会像我一样这么笨。可是我就休闲，这样悠悠哉哉的不好玩，其实也不错。一个稻草，可是我现在没记得耕种，没有。我没有那个，对啊，算了，先去买种子吧。反正钓竿有带着，没事就在旁边钓鱼。来了，捐献，捐献了，可以尿啊！好丑啊！为什么好丑？社区中心，这里曾经是制作村子的脚，好，经常举办各种。现在好丢人，也不肯来社区中心。但你听我说，我听起来是一个老王，把它卖给他们，他们想改造一个仓库，真的挺需要整钱的。但我觉得我不能就这样。最开始讲的捐献任务，有没有走？开始最开始啊，就中间讲的是捐献任务。嗯，这是什么啊？已经来这里玩过，这里比我印象中的好过了。叮，这个精灵跑出来。哦，是镇长转身，并没有看到任何东西。看到什么？这里有老鼠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哦，他又出来了，我又吓到了。可是镇长下面都跨步，你这样我很担心。我要回家吃饭。好，拜拜。从今天开始，我不会锁住，要是你可以来这边抓抓老鼠。好，是，真奇怪，我还是继续来探索一下好了。没错，诶，这
这时候我就直接传送到这里啊。好，那当然我就进来了啊。开始就在左手边，下面这里斜线的话给我挖了跨步。好，那个看完后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啦，对，其他东西都还没开。那我们就先出来吧，那个时间到了自然会更新的。走，我们回去买种种，去皮货商。Come on。种地，种完地以后，劈劈木材吧，老样子劈劈木材。钓鱼还可以晚一点点，可是木材因为后面会需要木材的量其实也不少。那我现在身上有防风罩，所以不怕。哦，劈一下家里附近的树吧。滚！这里的树可以先不劈，先劈的劈过来一点，往下劈，因为这一下面这边都是可以开口，可以那个什么开阔的地。掉到水里是会不进的，这一点各位可能要注意一下。下次又掉一颗，剩松果吧，我应该剩松果没有劈出来，而且我就先把这边劈，因为如果有松果的话，我就可以做那个工作小时，有那个东西我就可以恢复。先把房屋升级一段起来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它的那个什么，那叫什么？厨房，主要是厨房。我要的是厨房。这是什么？没有找到。哦，所以这就是我要的。然后把石头丢，电话面就可以就可以丢了。耶、就是那个。我看到，等一下，我先让我可以种个地，然后把防风草先背着。我看到这个，这种这树还很小棵，所以可以先不用劈。不要往右边倒，哎呀，他往右边倒，因为他往右边倒，我就捡不到了。好，捡不到就算了。已经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疲惫。再考一下，再考一下。好，走，先去。为什么那边的树，左边靠近我那边的树，是因为？有用的就是那边的树可以拿来，就是规划一下，让他们就是装个树艺收集器。当然，那是后面的事情，我只是先做一点点准备。这边有一个，时间
时间住过，然后说我真的快没体力了，以防万一，防不防早拿着。这花我记得不能吃吧？没关系，先去推荐好了。嘿。捐献，至于捐献摆的位置有什么差别，我就不知道了啦。反正我就随便完成任务，获得250块，好，有钱了，又可以买种子了。嘿，潘尼，对，这不能吃。哎，对哦，一说到潘尼，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马路，我看到马路，我送马路，马路缝缝走，缝缝走可以送。所以他送还是算第二阶好感，第一阶是最普通的。马路，这个晚上总要遇到。今天礼拜五，对哦，今天礼拜五可以去看那个啊，真是一份大礼，非常感谢。今天一天只能送一样。天就是送一个礼拜，就是送两样，所以等一下可以留一颗防风草。然后今天礼拜五，我知道礼拜五有神秘商人在这边，可是我这一点钱我不如拿来买种子。没干了，好，就这样，走，拜拜，回家，回家。先分类为饲料，饲料，我是不知道饲料有什么差别啊？对啊，我真的不知道，饲料能干嘛？养动物用的吗？有人可以为我解答吗？有的话留言给我也 OK 啦。我再存一颗防风草。然后现在我需要的是吃一颗防风草，然后把地再扩开来，因为我没有。这就是我要的。预计三棵，留三棵同样的树，三棵不一样的，每一棵树大概留个四五棵好了啦。所以我这边吃一个工作小时，五棵，一二三四五，这五棵好互相不碍事，面积还蛮大的。好，那把剩下的全劈了。
因为在草皮上面是不能耕种的，所以草皮上面的树可以留着，可以先留着，还不用这么早就要把它劈掉。哇，我这一片都是松树啊，这不科学啊。我身上来，我读一下，我读啊，生意了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再敲一下，我就跪了，我就困戏啊。200多了，前期实在不是很好搞。总之先存起来，因为我前期还没办法，对，前期还没办法那个，再来，前期应该没办法那个什么，没办法种，因为要留着做那个用。先睡觉，累了。耶，稻草人一。所以防风草卖了，这边有500块，又可以卖种子啊。而且，听这个声音，对吼，今天下雨，明天也是全天有雨，所以啦，连续2天可以不用。我受伤了。有人跟我说你一直在附近流浪，你怎么不来看我？对，法师。这可以除我掉。好。等一下去找那个法师，不过在找那个法师之前，我先做稻草人。木材纤维跟煤炭有。不然我家的地都被欺负了。我是不知道他们实际范围是多少啦，反正我就随便放吧。我去找那法师，对，我去找他。这种子前期还蛮好用的，恢复体力的手段。哎，那法师在哪？对，这个方向没错。应该是在上面一点吧。哎，对对对对。拉斯莫迪斯，奥数的追求者，跟超自然的媒介，七元素的主人、守护者，你应该知道了。而你，我早就遇见你的到来。来，我给你看一下东西，看，就是那个小精灵。you
曾经见过一次，对吧？他们自称助你魔，这神秘的精灵出于什么拒绝和我说话？我不清楚为什么他们搬到社区中心，但你没理由害怕他们。哦，这时候说到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东西嘛，你说写的金色卷轴真有意思，我去去就回了。就从门口回来，我找到了笔记，那我能破解它。我们祝你魔很高兴能帮助你，作为回报我们想要谷中的礼物。如果你能和森林融合一体，你就能看到真正的样貌。森林融为一体的人，这什么意思？啊哈！啊哈！什么怪？哦，好，干嘛？有何贵干？我的大锅滚的素材，又从地板里闻到了吗？给喝下去，让身体记住。你确定要喝这个绿油油的大锅？我的脸都绿掉了，然后开始看到幻觉。松树，很多松树啊。真的蛮多松树的，这是森林的意思吧？你得到森林魔力，你现在能读懂他们的真正含义。哦，那我们就去看社区中心第一个那个卷轴上面所要的东西是什么吧，然后就开始慢慢收集。现在9点，我现在有600多块，还走着。买种子啊！我要种子、啊。我是不是收了一波防风草有种嘛？对不对？我现在要种甘蓝，我甘蓝种了多少了？我也忘了。随便啦，随便买啊！我知道我的豌豆喷掉一颗了，所以我买个豌豆好了。对，我就是这样子随意。哎，对啊，我今天应该有任务吧？有喂，找一个紫水晶，我还没下矿，你就要紫水晶，你欺负我啊？买一个，然后刚好买个，然后8个，好，8个就好了。然后再来去看一下社区中心那边第一个卷轴要什么。虽然我有记录，不过我现在没有看它，先看一下。春季觅食，刚好蒲公英。有没有这边？他们会所需要的材料，他会告诉你们，然后捐给他。因为才我有，我刚刚哎，停站这边稍微暂停一下。哦，因为我这样，我有记录，就是我有用一个 Word 档来专门记录一下我有捐献了什么东西，包括就是对，但我就不会重复。新的去做，对，在那之前我走错，我应该是往上走去一下矿坑那个点，稍微去矿洞那边看一下，然后去冒险者公会，我
现在去梦境者公会可以吗？好像不行吧，我记得要触发任务才能去。嗯，反正就走吧，顺便找一下春季蜜的东西。结果他要韭菜、黄仙草、野山葵跟蒲公英，我刚才先捐了一个嘛了。这里，哦，有，一进来就可以直接触发任务。五三。你送了我一个破烂的剑，二到五点的伤害。好了，加剑，不要想太多。哇，捐献！哎呀，我现在宝宝不够啊！回家。没错，我现在包包不够啊，空间不够，接不起。接下来只要是下雨天，其实就可以下，就可以先下矿，因为下雨天可以不用浇水，那我的体力会比较多一点。今天的话就不要了啦，今天我以那个什么砍树跟觅食为主。对不起，应该领出来，然后做一做啥，剩下存起来。等一下防风草我要干嘛啊？我要送马吕的齁，因为要追他。镰刀存着，镐留着，水壶滚，剑丢进去领出来，多此一举。随便先去把这个捐了，然后，我带着剑哦，我又还没要下矿，明天再下矿。明天再下矿，所以我带斧子。然后这个回复手段，回复体力的。等一下，我把防风草领出来，为什么？因为明天刚好是镇长生日，那防风草可以送。因为其他东西送他好像都没有这个防风草来得好，方便啊，主要是方便。礼拜六他休息，他在家，等一下过去，顺便捞去把。哎呀，刚刚木材忘记先领了，好，没事，我就这样吧。因为如果木材先领的话，我就可以先去捐献，把木材捐掉。嗯，石头不急，因为石头一下矿。量其实就很多，正常，可以。好，去送礼物，顺便捞上去把那个野山葵也捡了。
配一首歌。嘿，阿比盖尔，我的脚在这。哦，布米都淋透了，湿透了。也是我爸、啊，他是个科学家、啊。好，对啊，我都湿透了，可是我要再出去，拜拜。我只是找马路而已，因为要追他，一颗星的，一颗星的，可以，可以，可以。其实可以下矿啊，对啊，不行啊，下矿就要五层五层走，因为每五层就会有一个电梯。不要不要不要！你看现在都五点了，我脚那么短，就绕过来就是捡了。嘿嘿，这东西可以捐啊，先捐了，捐完后批批木材。各位看到我很缺木材，超级缺的木材量有好多、啊。看来应该可以，我大概是抓一个礼拜吧。对，我们录制时间应该就是，我觉得可以往一个礼拜，然后就做个 ending。因为现在的时间跟距离数差不多了啦。三葵，哦，现在已经快两个小时了，然后我距离数已经到5.5G 了。走上面，为什么走上面？等一下各位就知道。因为我要劈这边的树，家里上面这一条的树跟公交站右手边出去的那一条路上的树。劈了没关系啊。欸，前面有个韭菜，碎啦，又可以捐献。至于现在时间，就不用过去挤的捐了，明天再捐也没关系。所以两个隐形的可以出货掉。温室，我现在有点太暗了，我看不太到地上是什么东西。没关系，哦，混合种子，明天下矿。这个明天送镇长，然后木头9998198，这按住右键，它就会快速的存那个，就捐献。哎，等一下，换一下那个，明天下雨嘛，换武器，稿子，然后带这三个可以，我们就这样。明天下雨吧，确认一下。明天有雨，太棒了，睡觉。觅食求生汉堡。
才70块而已。没关系，没关系。明天晴天，然后酱料女王叫我做什么呢？蔬菜十斤干房，很好，这就有厨房的时候可以做，有风景。现在我现在想对你道歉，那其实是不做饭的。然而，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更多的忙。意思就是罗宾啊，就是你啊，我知道。好啦，你想骗我钱没关系啊。耶，土豆，土豆。好，土豆。其实我精心的土豆留着，这边放精心的东西。哦，土豆，卖掉。先去。我有一本书，这黄水仙，第一个那个什么春季密室好像可以完成喽。他还没开门，然后今天没有任务，好，那先去那个捐献。因为要买那个什么，要买一点那个种子，要先买一点种子，后面再买也是可以吧。叮叮叮，送我什么？哇，春季的种子。密室用的，对，那是密室用的。然后开了一个旁边的工艺室，哦，鱼缸也开了，好，先这样，我可以不用去看，我有记录，对，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而且我没有带鱼缸啊。之前，好，带个鱼，钓鱼缸，然后把礼物送一送，下矿，这个要种，30个，很多耶。买一个种子，等下100多块也买不了几个吧？我不买了，去送粘土万子村，没关系，占一个空间就先占一个空间吧。村长在家，送他一个防风草。
希望喝水不会烦恼，不会啦，不要紧张，好不好？然后去湖广，全线往后下矿，一次下矿以五成为单位，所以看时间哦，对，时间来得及就下四成，来不及就下五成就好了。用不着强迫自己下很多层，因为其实我下矿速度比，如果各位有一直这样看的话，会发现其实我下矿速度不会很快，还蛮慢的啦。老实说，因为我都慢慢下，慢慢爬，慢慢往下爬。走，下矿了，下矿了。到下雨天就是赶快下矿，把桶打一打，因为要赶紧升级身上的装备，这样会比较好啊。真的，我第一层，我第一层什么都没有，就是跑就对。第二层也同矿。发现原来我这一撮头发是蓝毛啊，一地精，所以我暴击耶，地精可以捐血楼，五楼先回来，为什么？因为我包包满了，我去捐血。然后。去捐博物馆，都捐博物馆，都捐博物馆。等你后面有多的，再慢慢收集跟送礼。因为马鲁也喜欢，好像也喜欢这种矿石类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走。我刚刚应该走那小路才对。如果来得及，还是回来买一下种子好了。算着买两个土豆，因为刚刚收一波是土豆嘛。花椰菜应该是来不及了，而且我这一集的时间也差不多一个礼拜嘛。对，一次就拍一个礼拜，两个多小时，还蛮累的啦。老实说，新奖励，开心。你要送我什么？手机奖励，哇！颗花椰菜种子太棒了，花椰菜是最目前最春季里面最赚钱的作物。那为什么我开始不买它？是因为它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12天才能收割一次，这不是起手的好东西啊！这样我前面真的是只能靠钓鱼赚钱，未必啦，搞不好每个人有个人的那个嘛看法，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对。就这样咯，哦，走，这边暂停一下好了。走，头上顶着一个土豆，
看来我是又需要再建一个那个什么比较好。那个哇，等一下，我看到这片地，我觉得我每天光是浇水就喷了吧。对啊，你每天光浇水，我应该就喷了。我不下矿了，钓鱼。等一下，我还需要木头呢。对，其实我需要一点木头。这些都先丢这边好了。没错，我需要一点木头。不行，错了，我砍点木头。不行，家里好像真的会森林，因为是森林的关系，好像会有那个呢，那个觅食的东西一直出现在家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当然是好事啊。哦，好多蝴蝶啊。我懂，相国，这一棵树应该留不住很多东西。哎呀，有没有？它会，哎呀，对，它会这样。所以不要觉得奇怪。木材，很缺木材，可是我又需要再建一个，这个放后面一点哦。到时候各位就知道我是一个有一点收集东西的，我是一个收集东西用的人。对，我还蛮喜欢到处收集一堆有的没的。等一下到时候各位就知道了。装个水，今天的体力就差不多啦。然后韭菜可以买掉，睡觉。的位置换一下，你就在门口。然后现在的时间不是很优美，对，真的不是很优。好，钓个鱼，吃一个，钓个鱼。是马上按的吗？怎么会没有反应呢？垃圾。哇，洗垃圾。哇，终于。来一条鱼，小嘴鲈鱼，再一杆，再一趟这一杆就出货睡觉。好，睡觉。明天晴天
也不能下矿。小嘴鲈鱼，小嘴鲈鱼，我看一下哦。小嘴鲈鱼现在会停掉，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切换四川了。对，我现在刚好切换四川，在看别的四川。这个各位就那个一下，小嘴鲈鱼没有卵用，卖掉。啊，不对啊，你在这边，我就被绿豆，我就被这个毛豆卡死了。哇，是不是极度不方便的？好了，左右摆。对啊，左右摆一下，然后我们就在这吧。等一下，我存一下笨手，我把笨手存进去。不要小看这些垃圾，之后很有用的。睡觉，好，没有东西，收获900多块。那这一期就到这边。那我下一期我们就再见喽，大家拜拜。